来到微风松糕这间新开的泰式面馆，知道有着绿色汤头的面是熟悉的绿咖喱风味，搭配的中式面口感不错，配料也十分丰富。而知道泰国咸酥鸡外表有着切丝的柠檬叶，酥爽又清新。吃泰菜必点的月亮虾饼，这边也有，厚度目测接近1公分，相当有料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这杯饮料虽然有着漂亮的分层，但是有点太甜。整体来说，面点品质 OK， 分量也够，下次来新营区不妨试试看。动新闻 Sawadee Club 台北报道。